封天南，出来！封天南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受死！何方叛徒在此撒野？何高深的内力，这小子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深厚的内力。前辈，请问刚刚是不是有一个男人？放肆！此乃佛门清净之地，岂容你胡言乱语？前辈息怒，我确实看到一个恶贯满盈的奸人闯了进来。还敢放肆？师父，我来。紫衣，回去再说。现在可以跟我说清楚了吧？刚刚凤天南是不是躲在里边？你知道刚刚那是什么地方吗？就敢闯进来？我管那是什么地方。我只想知道为什么你一而再再而三阻拦我杀凤天南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朱铁锹他们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刚刚那是掌门人别院，隔壁就是王府，识相的就赶快离开吧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我一路追杀凤天南到了京城，今天好不容易才遇上他，我不会离开的。你觉得你今天还有可能出手吗？我跟钟阿四一家发过誓，就算粉身碎骨，我也会替他们报仇。我可以在掌门人大会开始之前，和那些掌门先比试比试。大哥，袁姑娘说的没错，这里戒备森严，如果惊动了更多人，事情就很难收场了。不如我们先回去，再从长计议。你不顾自己的性命，难道也不顾身边这两位姑娘的吗？好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三番五次阻拦我杀他？这其中缘由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。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都会听我的吗？我记得。那就赶快离开吧。我们走吧。